有枪手长头，云格孤寒泪街坊啊！云格喺今个夏天转会市场几乎有出冇入，为阿仙奴赚咗超过1.3亿港纸，系英超之冠。佢声称坐拥近8.5亿港纸增兵费，但系说好的球星一个都冇签到，结果一毫子都冇使到，仲连累埋球队嘅 CEO 加斯迪斯啊！厂迷唔止集体写请愿信俾佢，仲恶搞佢个 wiki， 话佢零贡献，连网友都喺论坛抽水啊！问如果有7000万磅放喺边度最安全呢？其中一个选择就系阿仙奴啦。难怪喺首战对阿士东维拉，现场球迷举牌叫云格洗钱啦、啊，又唔怪得佢哋做咗 Angry Bird 嘅。皆因外队实力冇增强到不特止，仲伤兵满营添。阿力士张伯伦一开呢就失伤，可能要休战6个月。家阵冇穿冇烂嘅一线主力啊，净系得翻呢几位咋。礼拜四喺欧联附加赛作客费伦巴治，相信厂迷真系冇眼睇咯。